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东周网 Yuki， 今天请了专业化妆师 Mimi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imi。Mimi 啊，最近咧韩国同埋日本咧都好兴庆祝呢个白色情人节噶，但你又知唔知道白色情人节有咩意义呢？梗系知啦，白色情人节是男方回应女方心意的日子啊嘛。咁不如请 Mimi 为我哋示范一个甜美又有恋爱感觉的妆容啊！首先我会用 Shiseido 呢个润泽气垫粉底轻润全面，去塑造一个水润光泽的底妆。跟住我会用娇兰呢个眉粉去塑造一个柔和自然的眉形。眼妆方面会用 Misha 呢个粉红色的偏积眼影，搽在眼窝和下眼影的位置。然后再用啡色的眼影搽在双眼皮的位置，增加眼部的立体感。然后用这个美人鱼色搽在眼头和下眼影的位置，令双眼更加闪烁迷人。然后我会用 Benefit 这个 Bad Girl Band Mascara 涂抹上下眼睫毛，放大双眼。跟住我会用 Bisou Bisou 呢个粉红色的胭脂涂抹在笑肌的位置，增添恋爱甜蜜的气息。跟住我会用 Sofina 呢一支 Smooth Lip Color 去塑造一个水润的唇妆。最后会用 Gillan 呢个 Highlight Powder 涂抹在 T 字位、眼下和下巴的位置，令整个妆容看落去更加有光泽优雅的感觉。